你的帽子买了。好。加二是白，那是六，帮我加六，
放一个，放一个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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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一个，
这样。这个我要用掉一个总结，用掉不会爆掉，三五六七，这个七。银河哥比完赛了，然后我吗？对，尤其最坏白衣，然后陈振鼎要抢，白衣太大，陈振鼎怎么大？对啊，太大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好像我，还有啊，这个是对，哦，这个是石龙钱，这好废啊，前面就是说穷啊，是吗？我不穷，钱都不用花，然后之前还玩过，从头到尾没干过公司。如果拿后来我拿土二跟风二，然后拿五年的土二，全部都是六块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不要再洗白喽！来，这是七条，一二三，然后三条，七加十加三十就够了。然后这是七号，好，那我卖这个。哎，我有就会涨很高，是吧？现在比赛。对啊，我要放那个啊。我是七个。然后我要去掉这个。这还早，这是四栋而已啊。为什么这游戏就是四栋？不是两栋吗？四栋。三栋吧，三栋。好了，比完喽。是我第一名加十二分，我自己是队长，所以然后第二名加八分。
第三名四分。好了，然后换算过来。我发现他的假动作了。变我先。我发现他的假动作。起假动作。选奖品，我先选，我可以不用气球。我可以不用气球。没有，我不在乎。我要选。动作很多，没分数啊！气球好大，对啊。我要选这个，一个手叫三分。这是尽量不要用。你有一个三分一分。那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不是最后还有五分吗？没有戏可以，一样的可以。可以重复买，你们可以重复买哦。可以啊，这样一模一样。好，没关系。你两个人啊，这两个，我觉得你俩两个问题就是我。那这个呢？就是如图所示啊，这个就是两个啦。这个而已。没有啊，地啊，快递两份。对啊，那这个一个一盘的两份。两个很多话，对啊，两个超多话的。这个最多也不过多多少。对啊，所以这比较多。对啊，那。那我这个，所以我这不能买那边那个。这个。对，就他就是如图所示。哪会那么顺利？我要抽到坏人啦！老样子，老样子。分数差那么多。没牌。一下啦。这是怎么放满的四分吗？嗯。好诱人。然后是什么？剩下的，剩下的。对啊，为什么有一片就两分的、啊？这个是坏人，那这是剩下的酒桶吗？没有，总共有几个酒桶？就是拿走的，所以最多是十分。对，最多是九十八分。想一下啊，这是还没换颜色。我说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哦，你有说哎。哦，没有黄，没有那个。我可以笑死了，我被这边拉小时了。天哪！哇，你是对游戏的悟性很差的。还有这个猪，用这个行动卖钱。三四个人，三个人，三个人。卖四加二四六，白六。这个是都不用钱吗？这个啊，这不用钱。我刚刚不玩几个，不用。我们是这个不用钱，没有用。没有被裁了。二号铁的生化去掉，加一，所以说红七。红七。换七块钱。对。有钱了，然后再去买东西。我要买酒窖。
多讲无益，现在让他要换人，那是酿，那米酒厂，那是酿酒厂，酿酒厂，我要买两个。两个多少钱？六块钱。你好哥，帮我拿两个。哎、欸，我一个买扩充好不好？酒厂，酒厂，酒厂，一个扩充，一个普通的。不同者买一个。然后是油龙打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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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跟他，对啊，我一直在怀疑是你们两个成功坏人，我在怀疑，我在怀疑假设考，但是我不知道两个都是。我那时候觉得他知道，因为然后第二次加谁？我行动还没做，考一下这个。现在第一啦。没什么用。啊，加油！然后我的行动啊，哇，加配三啊，加配三。第二个是我啊，可是我烂没赢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只要猜得出谁是烂没赢的话，我还是可以杀成功啊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我目前想说，我看第三局，我就算在第三局，因为我们画的实在太少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我真的不是这样想，我不是平民，然后再来，觉得真是不讲，然后太激动了，来电了，我今天放学了，因为就想说为什么会都不出来吗？用一片拿酒桶回来吧，因为你太会干太小了，再来一杯就好好研究一下。每天下班都有一杯，我想说。我也想说，我该怎么跟你们来？一、二、三，记得喽。嗯，现在领导。好，谁领导？好，谁领导？来，谁领导？蒋总好帅。酒窖的话一点用都没有，对。这感觉是买农夫最划算的。他只是一次长久而已，分数没有办法再高。可是没有副作啊，我不能留在原地。我想留在原地啊。因为现在剩一栋，然后就要长久，那长完久就要比赛，所以其实没动作做。对啊，不可能，就这样子了，那刚刚做。我觉得他被架空套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，好了，你同事吗？没有，他们两个就是，不要，挂一下，然后换了，你犯他的机会，你在上边谁没挂上机会？对，让大家知道你是当组长，换你换他，都没有分数啊，没有那么，真的没有分数啊，没有啊，就是就因为你酒品质不好就是这样。用手踩一次，你用鄙视我们，交易组加分了。我们直接用手一行动，我们不是一个人会留在原地吗？好难过，扣子，扣子，不停下。里面，里面啊。所以不能留在原地。好想留在原地哦，根本不想待，不想离开啊。不能留在原地。他现在不能留在原地。我要出错吗？他现在变成一个人。我要出错吗？我觉得对对对，出错。我不能留在原地的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出错你要矮人，他想办法吃饭。好烦哦！黄色没有，黄色没有。我知道。黄色，黄色。我留在原地，什么事不能做啊？我现在增加酒量也没有用啊。可以拿这个，等下算两分。就是不会有，就不会有坏人。你拿两个绿色，你拿绿色还可以丢啊。留着，再去看这个。就这里帮你赚啊，在比赛帮你赚两分嘛，因为你拿了个绿色。可以拿两分，只能拿一个绿色。对呀，我觉得。他很会玩，真的。做这件事。没有，艾巴很会玩，所以让你来猜。可是我觉得你也很会。就没有分数可以赚。第三局就让我猜。对，我也不错。可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不会玩的人，会造成这种主持人雇人哦，真的。我真的会混乱，因为没法用常理思考。
我们要过来一个。好，两队，两队，两队，一二三，四块。你不是始终如一吗？不是，我都指他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不一样。对啊，你先说，我最主要来的故意。对啊，成故人啊，没有其他东西啊。老样子，老样子啊，看啊。做什么都一样啊。看这一局就知道了。嗯，好了吗？我可以换点别的吗？来，放上去，放上去。这三个你不加，就全部堆积在同一个上面会比较好。那只可以不用堆，对啊，全部堆在同一个上面。这个有个书，谁？哦，他。我想买一个。为什么？学高中。好，就这样哦，没事做。慢慢。因为我就想测你们是不是。这个是7号。七号卖六块。然后二号。二号，刚刚有没有一直都有在讲？一直卖，我看了一眼，反正就是二号卖五块，第二局加了多少？没有，个人六块加五块，十一块。奖励三百倍，六块的。对，你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了，好，下面有一个是坏人喽。然后我要做这个，等我一下，我要第一个，我要出货，出口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去，我在想啊，八九十，八九。哎，跟你讲，第一个有可能都会是注定都是，因为坏人会藏在。然后我要买东西。谢谢。哎，你给他都藏，对呀，对呀，给他都藏一个，对，给他都藏一个。我可以买，怎么在原地啊？一个，两块钱，两块钱，三块钱，四块钱，五块钱，对，不是这局一定有一个，给我一张失败，我要用这个，没有那一张失败吗？好人真的好人对吧？然后坏人坏到二，因为坏人后面只剩下三两局可以绑啦。其实这个，他这一局不反的话，后面就多。对，如果他这一局不反的话，为什么会涨这把？因为加一个这个。你这次不要参加，对不对？我是去卖酒。那我要回去。我翻这个的。你怎么翻那么多啊？我全翻握钱啊。不是一次只能用一个啊。好问题。一次只能用一个啊。对啊。不然我刚刚全部翻完了。啊，那个两块，那还我三块钱。我怀疑你啊。因为我还有这个可以卖啊。这是第一点，这是第二。我也是，成功。没有都没，那就都没有，我快将拿回来。我已经帮你一个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我们两个出这个。你下回那个没有，对啊，我这回先卖而已 ，OK。那换我了，我要用那个要卖多少？卖，我看一下。那我卖钱要干嘛？卖动。三个人哦。今天是我的六七。为什么？卖七的也烦你。好了，我就相信你这个了。我那个知道了吧？我这个是卖七的。懂吧？你很懂。算了，先不要卖好，用这个。这些关键都在我这手上了吗？是吗？先用这个，再加两分。为什么我亏了？为什么再加？你跟他讲话吗？就是记这个歌你吗？然后我的行动我做完了。我的相信你。对，今天跟我一样的喽。啊。做完了。全部这个。你爱八。我们两个其中一个。如果你觉得，我会觉得很乖。你看，我很相信爱八的。然后我要。几十枚，这个不讲话。我怎么会？那个比较好。我要做这件事。你为什么这局要直接上？因为他在拿七的，六十四千万。为什么要自卑？因为上一把带过。你为什么那么烦？不公平！放下心，为什么那么烦？所以他我上一把是为他的光，是我自己。你就直接上吗？我觉得他的一定有一点什么。有要抢？我先调顺位。我第一个抢，所以我先投了。我有一个怀疑。当然不会让你。哎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下一把。你没有要先刷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先送哦，我先踩个一的位置。他还是不会玩。现在应该要你了。然后我买，我现在看我要送什么。你先，你
最多多少？就十，十吧，十再加二，十二，是不是十二？那是什么？绿色。你说比赛哦。嗯，他不是好人吗？我觉得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绝对可能是扣完他。35这样吗？放什么？放什么？放什么？这样，那我不要送这个。谁是太西维和啊？能送这个。那個因为这时候六，我就六个。这一局是有四块，然后有。你看吧，这一局有四块。七八这样。这是谁？你们三个。好 pass。我要给你五块钱吗？对，做。问题啊，选。五块。没有，你们三个超土，你们超土。那我买，可以买两只吗？对啊，没错。哪三个啊？我们三个。我们三个。我觉得。有两个，再翻两个。对啊，两个。是你要再试。他们给我妹妹两个坏的。坏了再试呢？要来计较。不是再试，农田我们要翻农田。翻农田，看一下，六块。上面的酒都不会有分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啊，看这里有分的、啊。有看回来，有啊，有分啊。好了，应该不会。你先改。两个一分，是不是丢掉一个九？这个比较多啊，因为这个。哦。那是看品质哦。不是品质重要。嗯。看一下。六块再加。你什么玩意？我买。好，我来。那我一个花这个好了，这样我只要花五块钱。花五块钱，那我还可以再买一个，我买。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那我就出牌。你买几个人？对，我买三个人，这边两个，这边一个。对，二四七块 ，OK， 就这样。但是因为上一局你们两个太好了，站好了，可是这一局你们太好。然后维持阶段，拿一个卡子回来。有，这没有用。我这一局都乱了。成九，成九，先往右移。所以这样，不能再消火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二三四。我把残血加一，是不是？加一，然后三四三六六七加一八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东西有点奇怪？七八六加一六。三个四块，三个里面有一个四块。五三六六六三。六三四三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十，直接拿一个十。三三八，就是这个是一二三，三六三六六七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，然后这个都是三，啊三不重要，弄到九的啊，这只有弄到九跟十，因为我很多这个酿酒厂，叠起来的，这样就六，这样就六啦，七八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，好问题，累加的瓜比较凶。比赛，我已经好了。换我，换我，那我看一下，我要送八以上的二五六九红区，二五六九红区八以上，八以上，就只用这个最贵的。这还可以再卖钱吗？这不是坏人，刚你们不是跟我说是坏人？你刚刚洗谁？我已经放心了，别不重要。这个分数比较多，这边分数比较多。其实这个分数比较多哎、欸，我刚的是我刚，这分数比较多哎、欸。啊啊、因为你看像这样是十八分，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踩过去了。可是我没有，已经没有动作了、啊。有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、啊，帮我加八。这里还有一个动作啊。
这不是还有一个动作吗？对啊，这个动作就可以拿去缠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八分，然后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我刚刚我在这里，我不管去哪里，我都只能去这一次。我去一片再加三，我刚算过，不是加二吗？加我啊！这个有这个两个符号，再多加一。然后就这样吧。你这真是怎么选摊位？哎，你呢？哦，他先选。选摊位。选什么？哇！选什么？哎，小张。没有。小张没什么。没有。没有。所以好的选项不要选。快点来！快点请坐下。快点来！耶！我猜中了。可以抢一个，然后价格多一分。如果最后不小心捡到的话。随便拿一个好了。十九加十，这追不到、啊这追不到了吧？十九加十。那你的九够不够好啊？我这边只有十而已啊。十，那有可能追不到，除非你要踩。十三也追不到，三二十，三十二。没有专家可以。有，快猜。搞不好可以哦。如果是十的话，然后再加穿加一，然后再踩三分，一二三，到这边平手。平手的话就照出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有没有这个的效果？这个的效果。这个的效果。你回去自己好好看看。这个。这个。小怪啊。那我可以买那个吗？这是不行的。它是扩充的。这世界配合我的，为什么不丢你教我？好了 ，Hello， 我好了。好了，那就算分。这个是你先算分，所以是十五，我是十五分。然后加一下。然后那你们两个平分的话是七分，两个都七分。不是因为鸡蛋在那边捡，是十之后我大概可以。然后顺位是鸡蛋，因为鸡蛋多，你看鸡蛋多，然后麻将地址这一条，里面要不要大鸡腿肉？我已经买到了、欸，已经买到了。这个是你要气球、啊，这个是。哎、欸，这秘密，这个是全部吗？上面的算吗？谁？前期1600。太多了，买1650。秘密，这上面是这个是全部吗？是只算这里的还是那边的？就是除了这里以外。所以，我这样一拿就是九个。对啊。九个，二四六，对啊，九个。好，那我就拿，没什么说的。那就换我喽。嗯。你是派系委员。那我用这个上去，不用去九。我是不用这个。不用去啊，不用去九了。我都是拿我跑，我还烧了吗？你为什么玩已经这么轻松？你们这样玩，我真的很奇怪。我就玩。九分吗？我看我看到没有到嘞。对啊，他后来就被压住了。对啊，他有钱跟彩，他疯狂换钱跟金狂换。这个很重要，上去上去。这个很重要哎，这个已经是刚刚正式的，金正头，还是因为我要，反正我刚刚这里。那一个是一分嘛，所以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拿这个啊，六分。对，因为要气九，不是吗？对。因为我跟他对到的。然后我就想要选，然后凑不满，因为颜色不行，不同颜色不能凑。我又是这样，这个是一组哦。它是就是田地是满，你是平民吗？等一下，我这只能放同一种还是同一颜色？同一种加同一种，那么难啊？怎么那么难啊？难怪会有人要这个。是啊，我这样不是身负寒的意义。我要说完了，没有钱啊！好难哦。你这个不可能。太难了。我一直就来不及的。对耶。那我就只能丢一个啊，对吧？就丢多分了。不然我想拿这个啊。那我拿一个，我再拿一个。我看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去一个。你是拿得了那个吗？拿这个我有五分。我怎么不拿这个？对这个比较高。对啊，我刚刚在想，如果我填得满的话，我就拿那个。好了。那我发现我填不满啊。那个要吗？他没有人啊。
他没有这个吗？不要了。我想一下，我可以换两分。哎、欸，价值除以二，那这个本身就是两分啊，那就不用换了。看你啊，我可以卡你啊。好，现在那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样会少。我还可以换啊。对啊，我在想我要换。我用这样，我就少一分。分啊，五分、六分。可是我要用。哦，你也是。我要用四分来换五分，差不多啦。对啊，我不换。我不换。那我就换一下吧，四分换五分。所以他会只有一张，七个。对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两个换人是对啊，五分。你两个换人，你想同时曝光，你就多一分嘛，多一分而已。好了，换人就是因为我们嘛，你老六才可以。好，最后一栋。最后一栋。对，有七个人，刚刚一个满人，我有理所啊。多一个换人。这样有没有用啊？这些都没有用啊。我是想买那个。不能买就算了。啊，不行啊，买没有用啊，我就直接做这件事了。啊，买那个也没有用。对啊，没有干嘛？没有，可以买的话，我就会先买那个。不行，买就算了。你买这个就满了。这个就颜色不对。是啊，这个可这个酒厂啊，保持。这个可以，这不是吧？我神队。因为这是我们的。我说你要拿这个的话，可以买。颜色都不对啊。酒厂，我当然是做那个货。好，那谁？一点都没搞。十一跟十，有地方填吗？哦，最多就十一跟十。是没让我高中的规则，但我去参加过。你们玩好多场了，我还搞不懂啊。我这样子，哎，等一下哦。不要，要不然要。下次再我去看看游戏规则。看一下，没有，我只有八。就八跟七的。有机会再加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这个可以再加一。那你加吧，我都没有了。是这个，是这个，这再加一，所以是十二。你要几杯吗？十二分十，十二分。然后这个有一个加，这是没得加，对，这没得加。这没得加。好，你这样，你帮我加了吗？有，帮你加。加了多少？是，我加我放两个。对，二十二，三六加二十二。那换我了。那我刚好走过来，三块钱。你刚是？你刚刚是三十六吗？有，就是外面十二，还要再加十二，二十二，你二十二。随便拿两个专家加分用。一个是一分。那你为什么不丢上去？要用这个行动丢啊！哎，这个行动。哦，那可以丢两个，对啊。走过去的话，哎，好像也是可以哈，多丢两个。你可以丢三个。好啊，那我多丢两个哈。我先算一下我够不够丢，因为我的酒没有很好。你就这个，我觉得你那就这两个就好，那就用那一片就好。其他好像丢不太上去。现在要清一下。十二跟九啊。啊，所以我说我只有两个可以。那就是那两个。那还是买专家好了，然后再用这个丢，用这个丢，这个是十二。被我踩了，只能丢11了，真的没有差一分了。二，那我就丢11啊。那就拿一个。是啊，这分数比较多。嗯。帮我加十一。再丢一颗。九啊。加一是九，这边还有一颗可以到十。你要丢十吗？我觉得丢九比较好吧。丢十也可以啊，多一分有没有差？嗯，好行。因为我丢色樱桃哥搞不好还会丢啊。我有八。他在丢色，我比较平常。我有八。我还有八啊，那就算了。我有八。看你要不要跟他共分。都是六分啊。那我就放这就好了。要拉他的证据也没有问题。这边比较多分诶。就是平手的话还是六啊。对啊，我加九，那我加九。可是樱桃哥进得去啊，所以我八还是。可是平手就有六分，那个平手才三分。对啊，所以这里比较多。对啊。
对啊，好了，丢完了。好，那我就卖八根气了。刚好两个洞，八根七好，十五分，然后就是八。啊，没有了。那我输啦、啊，因为没有加分洞啊。哎、欸，换钱结拿六块。好了，那就结算。哎、欸，我这个还有分呢、欸，二十六。就是我，所以我可以再买一个铁六，可以刚没买。你刚刚没有用。对啊。好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，因为我可以加两分，用钱换两分。十块钱，你要塞个上去吗？所以我在看啊。你塞得上去吗？而且你剩十块钱啊。颜色不对。你剩四块钱买了。这是五块钱。哎，刚好。四块。对。有点瞎。我没有买过这个。你说不看错了。刚刚我买了五块钱的，这也买不了。五块钱那就不行啊。哎，你的可以少一块啊，五块的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我加我的分，那我买这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、啊，不行啊，这不对啊！所以我说没有东西可以买，没有东西可以买，没有能力买的，好，不买，那就结算。然后钱呢？结算，钱多少钱有分？钱要五块以上才有三分。你有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对没錢。那因为我可以这个。那你要不要？如果我卖个六块钱，我动作还没走，那我可以走啊，可以卖，可以卖啊，卖钱有分啊。对，六加四，六加四十。可是我没有酒桶啦、啊。没有酒桶了。那就不行了。酒桶通都上了。刚刚拿不回来哦。我刚刚拿不回来，可以啊，我刚可以，我可以拿一个。就拿一个。不能。对、欸，那我要买六块钱，不够，差一块。什么差一块？九块而已。还是有三分啊，五块三分，一二三，我的加完了。看一下哦，其实钱也蛮多分的，为什么那么多分？对啊，钱很多分啊，可是我们都很穷。没有，我用这个，因为你卖的时候是你卖钱的话是一比一，那你卖这个，你放这边的话，就分数以后还要额外加分，所以一定是先放这个再卖钱、啊。那我可以卖吗？有没有注意到？那没有人掉掉。九跟八，九跟八。